我刚刚脸上就是脸的形状，然后我们老于拿那个大笔就帮我转，一点一点就是。还是瘦了，时时口袋感觉自带瘦脸，真的。就是这很难受，我这个阴影，这先把它弄掉，因为不小心涂多了，弄不掉了。脸上疹子怎么可能好？化了妆还想好？怎么办呀？这里好难受啊，这个眼影粘在这里了。卸掉。这样吧，我回去洗澡睡觉吧，晚安。嗯，好吧。我想蹲着，我不想坐着，谁懂？没有。随便找一个毯子。我明天想去染头发，因为正好后天要去助演，想染个头发看一下上台怎么样。头发的静电染什么颜色没有想好，就是这个紫色有点疲劳，但是染什么色还没有想好。我拆头发是要拆，我不能现在拆吧，我现在摘我助演短发，我B50也短发，你们想看我短发跳，感觉这个话我就是已经说过一遍了。也不是不行，我无所谓。12点之后我上我节目就要开始了，回去再说好不好？12点之后我要回中心。我脸变，我没有觉得我脸变小，我觉得是个口袋有瘦脸，感觉他给我自动开了瘦脸，我都已经关了还是有感觉。你再看看，对啊，我没开，但是感觉自动瘦脸了。他在直播，那不是应当然的，因为节目太多了，没事儿做。我第一个 MC， 最后一个节目，中间有这么3-4个小时。染，我都说不染浅色了，B50不让浅色。
然后白金，然后 B50 这个云演唱会，你们就看不见我，只见其身不见其人。这周旭声音出来了，周旭开始声音出来，想问你到底还想我等多久。周旭声音起来，哎，周旭人呢？只看到他的酒，因为他的头不能入镜，只有他一只酒，知道吧？三号人什么颜色？等我看看有什么好看的人，有什么好看的颜色。我不用垫肚子，我吃的很饱，我吃了很多自助餐。有没有看我的口袋？手白，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光显得脸黑，就是脸上没有光，抬高了脸就白了。每年这是跨年公演都会有自助餐，就是这种大型活动都有自助餐。还没到新年，说实话都没有什么新年的实感，感觉就是，哎，一年到头没什么特殊公演，就赶到年末这下全是特殊公演、特殊什么的，整的人很烦躁。卡在一起嘛，又来不及准备，衣服也来不及买。因为现在年末的发货特别慢，就是有的东西他有的衣服买了他都不发货，然后也来不及，又没有老师编舞什么的。这次舞蹈也是自己就是瞎编排的。这次节目没办法了，谢谢呱呱，谢谢呱呱送我的皇冠，谢谢呱呱，祝你新年快乐哦，新年行大运，呱呱。有编舞的天赋，别，我不是编舞，我只是一个瞎搞的人，千万不要这么说，不要这样胡说八道。没有老师啊，因为这个得提前找老师，如果就是想跳新的编舞，要找提前找老师编，但是你都这个这么着急忙慌的，也不会有老师接单，而且年末老师也很忙，他们都不接单了。大拇指，因为我刚刚觉得我眼睫毛就是这样扒扒扒的。对，找不着了，没办法。我应该12点之后早着呢。啥声音啊？在编年会。想想他们还要编 B50 什么的，很忙哎，手好短，我手很长，我只是这样子，我这样子很长了，这样长吧。我刚刚只是很局促，知道吧？这样。
家都黑了，因为这个睫毛膏，我刚刚一直在拽我的睫毛膏，所以这两个齿和指甲都是黑的。不是我的指甲里有小零食哦，是因为我拽了这个睫毛膏，先卡在我指甲里，弄不下来，只要卸妆水卸。说实话，这个毯子真的很慌。选个场地吧。你们排练吗？我们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么远，还想过？人很疲惫。谁懂啊？谁懂啊？谢谢小苏超棒送我的皇冠，谢谢小苏，谢谢你送我的皇冠屋，谢谢。祝你新年快乐，小苏。新年好呀，新年好呀，祝贺小苏新年好，谢谢你。好的。叫！我刚刚再播一会儿就下线了，我就去整一下我的头发，整一下我的衣服，练习一下。谢谢小美送我的皇冠，谢谢小美，祝你祝你祝你2022美梦成真哦，小美，新年快乐！谢谢你。没染头发，就是一直都是这个颜色。都要对这个塔斯屈服了。滑溜溜的，有一种东西呢，它叫做空调，就是这样，知道吧？明天就不去医院了，明天我肯定起不来。然后，而且是1号元旦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也叫得出口“哥哥”两个字。好的。
谢你们。你们是不是都在看公演呢？结果，这里现在你的手机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窗播放。好想一开始就演，然后如果一开始就演，我现在就没事了，可以放松了，不像现在这样还要等待，还要焦急的等待，谁懂啊？晚上吃饱了，但是我现在这样坐着坐着又有点饿。节目顺序怎么排的不知道，是大四排的，是大排的，我咋知道？主角都是压轴登场，压轴是倒数第二个节目，应该是一首十六人吧。我要下线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在这里直播我并不舒适。明天直播有1:1追加鸡腿是吧？我刚在后台听说了，可是这个鸡腿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因为我们谢谢小垃圾的用爱发电，谢谢小垃圾送我的电电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小拉拉，谢谢你啦啦啦啦啦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拉拉宝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电电，祝你新年快乐哦，新年快乐。因为小垃圾这个三个字我只能叫他小拉拉，其他两个字就不太好说，没办法呀，你们自己念念呢。大王鸡腿活动搞得非常的不仗，大王你在看我的直播吗？我们今天12点就结算鸡腿了，
结算这个鸡腿，我们五号发工资，要拿着这个工资回家过年。我们二十多号放假回家过年，要拿着这份工资。你一号之后你才搞这个活动，我们这个活动的鸡腿我就不能拿回家过年，这是过年后的一个月。这个鸡腿对我来说虽然也很重要吧，但是嘛，谁不想开开心心回家过大年？为什么不在十二点前搞一个活动？这个月的工资非常的重要。眼妆，我保证应该没有人看得出来吧。哎呀，看得出来吧？看不出来就别看了。播到十分吧，哒哒哒。卡，卡我就不直播了。我这个坐在门口，一直有人开门关门。我每次有人开门关门，我都很好奇是谁，我就每次都要抬头看一眼。可以看出来疹子，这不是疹子，是我鼻子上长个痘，我真的很难受。长哪儿不好，这个痘长到我的鼻子上，非常明显。我不会快乐了，谁懂啊？我这两天除了长这个疹子还长痘痘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整个脸就是说一个非常难看的状态，我就是很伤心，我觉得自己不漂亮了，好悲伤。我在雨中拉肖邦，我怎么说呢，就说长得有一点漂亮吧，但也就是长得很平均，就是这张脸，我觉得我的脸是一张平均脸，就是一个很平均的脸。就是没有什么特点，哦，我为什么要扎袈裟？因为我要剃度出家。真的呀，我是认真的。
MC1 刚结束，谁感慨的站出来，我看看谁在感慨，谁家的粉丝在感慨，告诉他推迟。你不是我粉丝，你在这，哎，好可怜。原来这个直播间都没有我几个我的粉丝，哎，好可怜啊。MC 说实话是蛮尬的，尬的我就是手脚抽筋，就是那个头脑袋这种，我想要拯救就说一点什么，但是我又说不出来，谁懂啊？想说点什么，但是说不出来。你看挺开心的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。主要是个游戏，就是说有点不明白。我真的挺好的，谢谢你啊。我们玩游戏是为了输赢吗？我们 MC 玩游戏是为了输赢吗？联合公演就是这样，因为大家联合嘛，就不是很熟。对，穿的是袈裟，等会儿去西天。哦，不行不行，呸呸呸！什么新年第一天就让我去西天？我走了，我走了，不跟你们多掰扯了。这个直播让我觉得很吵，很不舒适。我坐在这儿也不是很舒适，不想直播了。明天再见吧，友友们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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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晚上好。刚刚在回去的路上回想一些。呀，干嘛咬我？你干嘛咬我？凭什么？你凭什么咬我？晚上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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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瑞瑞，谢谢瑞瑞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瑞宝送我的皇冠哦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你送我的皇冠，谢谢午夜流浪的迷，谢谢迷送我的权杖，谢谢你的权杖，谢谢，谢谢谢谢。现在是不是有双倍鸡腿？谢谢 LOLEO， 谢谢小欧，谢谢你，谢谢小欧送我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欧宝。没什么，就是因为这个哎，谢谢蒙布朗送我的皇冠，谢谢小谢谢小朗，谢谢，谢谢小朗，谢谢狼宝送我的皇冠，谢谢。因为觉得镜头很烂，对，今天切镜头切的有点那个，我直接一个无语住了，我看到就是切的远景之后。没关系，我当时就是在想有 focus， 而且最后 ending 的时候，把镜头就人待在中间了。我觉得他应该最后就是这样子的，困了吧？在这儿，但是他放在那，他是最后困了吗？我就好无语，我看到这个 ending， 我就直接没话说。嗯。
就是镜头很奇，就是很奇怪。谢谢本云，不好看。谢谢泡尔莫送我的权杖，谢谢你的权杖哦，谢谢小莫。谢谢他的 vocals， 哎，其实我们本来前面还想用邮寄的，但是想一想。谢谢哈后送我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小后，谢谢后宝送我的皇冠哦，谢谢你。谢谢苏宝送我的皇冠，谢谢苏宝。今天是最让我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皇冠。后台就是道具什么东西的，就是你今天帮我搞一下。其实我都习惯了，我每次都自己弄。像个工人。你知道我每次每场我都自己弄，自己搬道具，自己撤道具。我真觉得自己像个工人，忙工人，来上班了，给一点薪水，爱跳不跳。我有点被挡住了。还有别的风吗？谢谢蓝风安送我的夜蝶。就是有点离谱，他说，但是又想一下，算了。确实他们很累，都是打工人，哎，对啊。谢谢你，我今天也生气了一下，谢谢，因为我把衣服都脱了，发现自己衣服没了，谢谢，就是很生气，然后他有点生气了，心情不太好，就是跳十六人之前，跳春夏秋冬之前。我上去把衣服脱了，发现我位置上的衣服挂了一天，然后就没了。我本来以为自己会跳得很久。我看这个衣服本来一直挂着，然后我上去换的时候发现这个衣服没了。就是跳完 unit 之后，我当时说阿姨我的衣服怎么没了，阿姨说不知道。谢谢荧光棒。然后当时有点生气，然后就一直找这个我的衣服去哪儿了，狂找。谢谢糖葫芦儿送我的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小糖，谢谢糖宝送我的皇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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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后来找到了，后来找到了就算了吧，反正就是上台之前找到了，换上了，换了这个衣服，换完之后我真又难受了。就是我换完这个衣服，因为我的衣服鞋子都是在我自己的位置呢，而且其他人都有柜子，我是没有的，我是多出来那个杆杆在最边上最角落里面，就其他人都有那种柜子，就我和赵佳蕊两个人是在最边上没有柜子，就我们两个单独一个小杆杆在角落里，因为就是这么分配的，我一直都是用这个，就是我到 N 队以后一直都用的这个边上的小杆杆，就是这个杆杆上我有我的名字，放着我的衣服，然后还有个鞋柜，里面是有我的名字，放着我的鞋子。然后好不容易我找回了我的衣服，穿上了我的衣服之后，发现我的鞋又没了。你不懂我的感受吗？就是你脱完了衣服，发现你衣服没了，就是挂了那一天，然后你要换的时候没了，然后终于找回了这个衣服之后，发现鞋又没了。谢谢小金送我的猫猫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猫猫，祝你新年快乐哦，小金，谢谢。然后谢谢 NONO， 谢谢 NONO， 谢谢 NONO 送我的，谢谢悠悠，谢谢悠宝送我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悠宝送我的皇冠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毕竟过年人多嘛，就四个队一起公演，就是可能顺手就穿了拿了，谢谢偏执送我的皇冠，谢谢偏执，谢谢你小偏偏宝送我的皇冠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后来我说了，我在群里说了，下次就是那个谢谢吹吹，谢谢吹宝送我的权杖，谢谢。也不是欺负人吧，这个事情可能当时就是没注意到吧，也谈不上什么欺负人的，有点太夸张了，只可能不知道你就是要那个，谢谢太甜送我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太甜，谢谢甜宝，谢谢谢谢谢谢你送我的皇冠哦，谢谢。然后我的鞋就一直没找到，我都不知道谁穿走了我的鞋，我就穿了王瑞琪的鞋，
然后你们知道，就是他，哎，把他暴露了，谢谢圣诞树。你瘦的怕呀。就是。对，我把自己的衣服给剪了，我还心疼。其实我那个衣服。穿了王二喜之后鞋，因为他旁，因为他鞋在我旁边嘛，我就穿了他的鞋，不然我没有鞋上场。然后，而且我那个鞋是我自己买的，不是公司的鞋。然后我就穿了他的鞋，他的鞋，你们有增高鞋垫，给他暴露了。但是因为他这个增高鞋垫，我瘦了很多苦，我脚好痛，因为我不会穿增高鞋垫，我不会用这个东西。然后他的增高鞋垫歪了，我就一直踩在歪的那个增高鞋垫上，硌我的脚。谢谢叉叉送我的猫猫，谢谢叉宝。谢谢你的妈妈，谢谢谢谢叉宝，谢谢。谢谢鸡腿送我的皇冠，谢谢谢谢你，腿宝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着急穿的，然后我就没管他那个鞋那个东西。然后我跳舞跳完之后，我的脚后跟很痛。谢谢全宝，谢谢全宝送的猫猫，谢谢谢谢你的猫猫，祝你新年快乐，谢谢。最后的鞋我都没找到，我都不知道在哪。下场公演他们穿完了，自动阿姨会把它收回去的，就是脱了之后阿姨会收拾的。谢谢丁丁猫送我的垫垫，谢谢谢谢丁丁猫送我的垫垫，谢谢。谢谢你小猫，谢谢你送我的点点，祝你新年快乐哦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。咱就是说还逛街呢，逛街已经结束很久了呀。现在不疼，就是一直被硌着那会儿疼。差一点就实在没衣服了。对，我穿那个运气的衣服，它后面裙子我已经把它别短，但是别短它还是勾我的高跟鞋。没办法，还好我里面穿的是条短裤，我就一直想着办法，我只要一跪下我就开始撩那个裙摆，不然勾住了。我之前排练的时候穿我就勾住了，然后勾住了之后就很尴尬，你的脚就被裹在里头。所以我两次我一直都在撩我这个裙摆，结果第二次最后的时候撩太高了，直接撩上去了，然后撩上去还好我里面穿的是短裤，穿了一条黑色短裤。谢谢小金送我的夜蝶，不要吓死。我上台肯定都会穿着抹胸还有短裤这种的。所以说四个对半特殊公演真的很着急，很那个是吧，着急忙慌的，排练也没时间。谢谢谢谢941，谢谢九宝送我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谢谢你的皇冠哦，谢谢。就是别人也不是故意要拿你的东西的，但是呢，哎，谢谢941，谢谢九宝送我的垫垫，谢谢你的垫垫哦，祝你新年快乐，新年行大运，好运来，谢谢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我会回他一个谢谢。而且 staff 也很忙，没有时间弄。如果他不来找我的话，那就我这辈子都不知道他是谁了。对，没关系，就我心里表示感谢了，谢谢这位后辈，前辈谢谢你。这小妹妹，我不知道，肯定是女生吧。孙雨山，孙雨山送我礼物，他干嘛还匿名？今天妆很漂亮，我今天画了一个暗黑妆，有感觉到吗？有感觉到比平时重吗？确认两个队，对，两个队刚好，其实四个队真的很，就是排练也没有时间排，我都是自己排。谢谢圣诞树。而且我发现我跳这种比较用力的舞，我的胳膊像两个大电线杆子，很难受。我下次要是跳这个舞，我得穿有袖子的衣服，还能撑一两年吧，不然有点难看。就是我的胳膊也不会长，它也不长肉，也没办法。以前我每次都觉得我的胳膊很丑，所以我每次跳舞什么的，我都会穿有袖子的衣服。这嘎吹了你，你
不是，我多吃点，我的肉也不会长在我的胳膊上，我的胳膊也不会变粗，知道不？我的胳膊因为骨架就是很小，就是它长肉它也不会粗，因为它的我的骨头很小，跟小孩子的骨头一样。举铁长举铁肌肉长的也就是这块肌肉，可是我是这一条都很瘦，这里也不能长肌肉。看我也有点肌肉，看看我有没有肌肉。嗯。你看，还是有一点点的吧。哎，我的袖子露不出来，啊，露不出来，看不到我的肌肉，在这感觉怪怪的。还要打预防针。丢丢呢？他吃饭。谢谢 M 吧送我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哦，谢谢，祝你新年快乐，谢谢你的皇冠。我说什么呢？你说我今天心情好，我忘了。我说什么？孩子这么晚了还在吃饭，谢谢一块钱，谢谢你，谢谢你钱宝送我的皇冠，谢谢你，祝你今年发大财，谢谢。哦，对啊。哎呀，吃着吃着还回头看我一眼。今天段雪跟我说，说他说丢丢早上出去，然后阿姨去找丢丢，就是他跑出去了嘛，阿姨去找丢丢，结果发现丢丢在仓库跟布丁一起玩。啊，我觉得没有排练的时候好。我等会给你们看我排练的时候跳的。我知道了，因为我排练的时候穿这个衣服有袖子，看着就好一点。我不能露出我的胳膊，我的胳膊太细了。谢谢十四姐姐送我的皇冠，谢谢，谢谢四宝，四宝送我的皇冠，谢谢你哦，祝你新年快乐。放假哦，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然后今天早上我在那换鞋，我在仓库换鞋子，因为我们鞋架被放到仓库去了。我在仓库换鞋子，换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，这个有只小猫一直蹭我，我就怀疑它是布丁，但是我不敢确认，因为我对布丁见过几次，但是我这种就是这种毛色的猫都长得差不多嘛。我还在想是不是那个暖宝，我还在想是不是它，但是感觉暖宝好像胖很多大很多，然后就想应该是布丁嘛，但是我不敢确认。然后我今天去问段雪说这个就是呢布丁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溜出去了。发现没，这些小猫都喜欢越狱，因为他们待在中心房间太无聊了，我猜测。因为中心房间又小又闷，所以他们在房间里待着发疯的。你知道这个丢丢就是太想出去玩了，太想玩了。然后今天我一回来打开门，他就出滋溜溜出去了。然后他还干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有一个拖鞋放在门口，他把这个拖鞋掉到了房间里，拖鞋的穿被他咬了穿孔了。对，他会自己回来，丢丢会自己回来呢。刚刚他出去了，然后打开门，哎，在门口。真的假的？你这么弱智啊？我不记得了。不回答我。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，刚嘲笑了你，但是你不睬我。我是回答你的呀。你回答什么？不是吧？但我没说。嗯，对，这是黑芝麻。嗯，这个太矮了，难受。虎虎生威，今年是要虎年了。我是一只大老虎，我已经收到了好多袜子什么之类的。我也想过本命年。嗯。有没有想过随时都可以过呀？以后你承认你属虎就行了。今年十二岁，怎么样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说很稀奇。我也觉得，我今年也是这么想的，很稀奇。因为十二岁过的本命年，我早就不记得，
怎么过的我也不记得了。我的本命年，哎，对，我本命年我都不知道怎么过的，完全不记得。对啊，12岁的事哪记得住？而且12岁估计也没怎么过本命年吧，因为红色很漂亮，要穿红色的那个。穿全身红，我已经收到了很多红色的袜子。我也是红哦。说起来，我最近想咬一咬，也不是咬一咬呀，就是想自己改变一下。因为我发现了，我每次能让自己心情变好，就是自己改变一下。所以我决定我要去染个红头发。我这弹幕上染个红头发，说本命年染个红头发，全身红。不知道会染什么红，但是我就是想改变一下。红红火火过大年，我明天也要去染头发，因为我不能再用这个紫色了，有点审美疲劳，而且 B50 不可以浅色头发。你就变好，但是然后我就打算去染一下。最近总是，但是染什么颜色不知道。染成跟之前一模一样的颜色，就是灰色。第一次染灰色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染着染着，又一直灰，下半年好像一直都是灰色，我就有点灰的难受了。然后最近的头发又加了几撮蓝毛和灰色，但是我不想染特别深的颜色，又不想染黑的，因为染了黑的很麻烦，你知道吗？你染黑头发你就染不上，就是你再漂头发就很伤头发，你下次想染浅一点颜色你就染不了，所以我就不考虑黑色。而且我头发也不是什么颜色都能染上，因为我头发漂太浅了，所以今年发型姐姐跟我说，如果我想染头发的话，我就是染了肯定会掉色，所以我打算明天染了，然后正好上王琦的生日公演嘛，然后就上他生日公演看一下效果，要好看的话就继续保持头发，不好看就再说。不好看，因为这样子，不然我 B50 的时候是不太好吧，万一不好上镜不好看，我 B50 还有一个这个挽回的余地啊。不呦，王瑞琪这个蓝头发就是宝蓝色，然后我看刘姐染了个紫头发，因为这个紫亮的不得了，我说你跟王瑞琪交个朋友吧，你俩就染了个圆珠笔，两个小魔仙，红色挺好的，怎么感觉就这么牵强，都没有说好我不知道我要染什么颜色，没想好呢。谢谢小更送我的权杖，谢谢你的权杖哦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嗯，说话好快，可能是这一天下来开嗓了。哇，今天去上 mini life 的时候，我着急死了，我在排练。他说 mini life 到你了，我说算了算了，我等会再排练，我先下去上 mini life。冲到楼下就开始唱歌，人很慌张。人不能老是灰吧，你们敢相信我教百姓和苏珊珊教他们俩唱歌教到了三四点，凌晨三四点，一个我就是敢教他们也敢学。理论知识丰富，我以前上就是上声乐课，我贼会练声，但是不会用，只会练声，只是知道怎么用力，但是我唱歌就不会用了，就不知道咋用了，我觉得好难。红色是挺喜庆的，就是说过年，我有一年过年就是红头发。讲真的，我对今年过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。去年过年我好像还挺开心的，今年过年就是，今天气，当然了，我这排完练就下去了，我这冲下去然后就开始唱，我人还是少的。谢谢优宝送我的猫猫，谢谢你的猫猫。对，今年好没有实感，我感觉前两个月才，我感觉我比他们两个人来说我不太走调。完了之后我们练习的时候发现，因为我竟然能听得出来他们俩走调了，是真的。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听不出来走不走调，因为我耳朵不太好，不太好使。我也不喜欢2021。但是遇到了就是这样，遇到了对的人，他们就是我能听出来。怪不得老师说，
我也不太走调，老师，我之前上乐课，老师说你不走调，你没有五音不全。棋逢对手了，家人们。啊，唱第一个兔子太搞笑了，谢谢 ID 不是这样啊，哎，谢谢你这个小弟送我的啥呀，送我的这个权杖，谢谢你。最近我发现是不是有很多就是新朋友，我感觉就大家我气息不够，是因为我刚排完练冲下来，当然不够，但是我其实平时也不够，因为我肚子上肚子它就是没力气，而且上这个第一次兔子太搞笑了，我们本来想唱新年的歌，后来发现这个新年的歌太难唱了，我们就临时说换一首吧唱，我说我们找了半天歌，后来说唱第一只兔子吧，还挺简单的，我们就好唱第一只兔子，然后我们就差不多试了一下，就试了个开头，然后我就去说差不多了，然后反正这首歌是合唱也不用练什么，然后我就上去我就走了，因为我很着急，因为我要排练对道具，然后要化妆，我就来不及了。然后这个下来唱第一只兔子之后，哦吼，一个大尴尬的事情发生，因为我们一直以来跳的兔子都是短板，从来没有听过长板。当时在放到那个长板音乐那块的时候，我就人傻了，我说啊，还有这个东西。然后苏阳说我听过，然后他就开始了独唱。哎，能不能把我们剧情丰满一点？那你说吗？嗯，好吧，原来我是个吸血鬼。我们的剧情就是我是只吸血鬼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但我也想变成吸血鬼。我本来还想戴个獠牙，然后王爷说我戴个獠牙太傻。小丢。然后我是个吸血鬼，我绑着他，还是被我囚禁的猎物。然后呢，我就是。在装。折磨他，囚禁他，然后把他挂在笼子里。可是，哎，我发现这个笼子正好这个头发掉下来，没看到，我就邪魅一笑，对他把他关在里面，很享受这种感觉，然后就开始跳舞，尬，就是沿着也开始跳舞。跳完舞之后，把他逮出来，控制他，操控他完出去咬他一口，然后他就变成了吸血鬼。结果意料之外，这个吸血鬼被我咬了之后，力量吃了大力菠菜。这个力量狂增，结果把我给反杀了，我起来了，然后我就被他操控，开始得得得得得跳了一段我被操控的动作，然后一开始跳段副歌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是在跳他间奏，就是我们俩最大的困难就是这首歌没有编舞，只能靠自己，就是瞎弄的，只有副歌是跳的原版动作。对，这就都已经夸张到在吃拖鞋了。磨牙棒，可是磨牙棒他又不喜欢，是吧，丢丢？真是太难了。明天想让他去洗澡，他脚又黑，因为他老往那个仓库跑。然后干嘛呢？然后就是，整了一段舞蹈，结束了，结束之后就是双吸血鬼。可惜这个 ending 结的不好看，哎呀，本来我们俩想了个绝美 ending， 对吧？我们俩想着 ending 就一定要漂亮，结果剪了一个，他要是结个全身都好一点，要不然结大头，要不然结全身，结果剪了一个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不知道他，这个白人真的是控制不住啊！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就是一到无语的时候立马会翻白眼，真的是一个就是下意识的动作，就是我们想半天，就是想着这个 ending 一定要漂亮。很无语。今天，所以我今天一整天都很。而且我这个头发也不行，就是我头发太容易掉了，我就已经扎了个辫子，还是不行。下次跟姐姐说，我这头发太容易掉，我要把它勒得紧紧的，不然我一甩头，这个全都掉下来就会很丑，就会有点像个疯子。然后你往我就这样的话绑紧了，我就怎么甩它这边都不会动就好。然后我灯亮着，我就不会挡着我的脸。今天别的不行，
你就往里开嘛。就是我开始我就灯应该亮，头发就散了。我的外卖到了。就是乱，但是呢，不能太爆炸。我跳这个舞就是觉得自己太瘦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这个可痛，我在地上滚来滚去特别痛，因为我太瘦了，而且我这个胯骨头特，还有这膝盖胯什么的骨头特别突出，就是这种动作我很痛，因为我这个胯特别凸出来。有问题你可以跟他沟通。那个兽医生，我前两天还为他说话，今天居然这么对我。可是我不能长胖，因为我一胖我就不胖身上，也不胖我的胳膊，也不胖我的腿，我不一胖我就胖我的大脸。不给他说好话，不然我自己没有好果子吃。不胖的只有脸，不会胖。红色的是什么？红色的是它里面还有一个内衬，是红色的，但是我不想要那个红色内衬，我就把它塞起来。关了有各有各的丑，哎，我觉得我们那个花，王毅他我就是我在网上买了那个血色玫瑰，我说要不你把它缠在手上吧。然后他其实来了也有段时间，上班呀。我说我想那个玫瑰那一段，嗯，我让他缠，我不让你缠在手上，要这样子，我想要你这样子，就挂在你很轻蔑的这样丢给我，就会挂在我这个麦上，真尴尬。现在我都不会带麦。然后我就把它自己扯掉。我自己默默扯掉，我想的是这样轻蔑的撒，就是这样扔在你，这样子一扔伤口撒盐，知道吧？这样扔在你，就砸在你身上，就挂在这了。表演做的一般都不带，但是今天你看，今天果然就是有问题啊！这今天就出问题了，所以我就是以后我都不会带的。跳那个叫什么我也没带，跳之前跳什么来着？自言自说，我跟段爱贤都没带，然后跳那个。黑与白也没带，我用以为我用嘴接住了。你对我也没带。他这样一下，我是只小狗儿，是吧？我用嘴接住了，太搞笑了。干嘛了？也没事了，他没拍好，主要是这个东西真的很影响。这一下就变喜剧了啊！空手接白刃。嗯。生日那个生日其实都是一个人啊，只是会说一下就会好一点。而且生日公演的话，他肯定会用心一点。今天过年你们都在干啥呢？现在肯定都没有睡觉吧？现在也，哇！谢谢爱甲甲送我的垫垫，谢谢你甲宝甲宝，谢谢你甲宝，谢谢你的垫垫，祝你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。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，谢谢你，新年快乐哦！谢谢你的惦念，谢谢。没办法呀，你就是说你是能顺其自然，不然你跟他吵架。如果你新年第一天都不熬夜的人，人生就是说，虽然很自律吧，但也太无聊了吧。如果你是学生，就算了。就是说，互相沟通，互相理解。就算我，就是。因为我今年也不会出去玩，我就是宅在家里，我也得熬夜。对这个东西，对这方面，我都你们怎么就是今年的衣饰，有个眼影掉下来，我每次会画很多亮片，然后它亮片就会掉到我眼睛里。因为你一定要说的话，哎，对呀、啊，就是说也不好说的吧，所以我只能，过新。过新年了，大家都要有好运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每天都在屋里。但是我们还要过一次，再过一次新年，还有春节呢。嗯。感觉今年过得好快，我就感觉没干啥，这一年就过去了，过去就是很快很快。今天排练的时候发生一件事，还去问了。但是呢，我又只能咽在肚子里。啥事儿？啊？啥事儿？就是我无语的是啥呀？哎呀，你看你这样子，你问我了，他们也问我了，就不好。因为我就想了半天，咽在肚子里了，你还问？因为我想了半天，也没有什么无语的事情。我都说烂在肚子里了，要让我远出来干什么？
春节有特殊公演，这个是吧？在意还没有定，有没有还没有定，应该还没有确定吧？再说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别问我，别想套我的话，我这个人嘴巴很严的，严严实实的。我什么？你们发现有什么消息都不会从我嘴里知道吗？你们一般都是，就是我都不会出来先说的。哎呦，我肚子掉了，嘿嘿嘿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觉得有就是说出来不太好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我想的比较多，就是想说又不想说，就是谁能懂我这种就欲言又止。就我知道消息，但是我也不会说，就是我这个人想的比较多。谢谢可乐欧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你。没事，一般高到的周都有时候也确实是不知道。我想喝两周。有时候是确实不知道，也有这种情况，但是吧，工作上的事我还是知道的吧。其实我觉得晚上直播也挺好的，要不下次也去玩。谢谢小夏，雨雨健康快乐版送的垫垫，谢谢小夏的垫垫哦，也祝你健康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财神到，祝你真是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夏夏的垫垫，谢谢你。但是我就是有时候也就是说怎么说呢，就有时候也感觉关我的事也不是很关心。而且他们还哎我知道了，每次有啥事我啥也不知道，都是把星球苏珊珊告诉我的，他们两个巴拉巴拉巴拉就告诉我，因为我的消息很滞后。套话，你是队长吗？怎么办了？就是好会套话呀，哈！这一点都看不出来想套我的话。我前面说了，我又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就是啥也不知道的。然后就说了翻牌。跟我说什么周周，你不要去当队长啊！什么什么什么周周，什么队长啊？什么什么？我说啊，你咋知道？破天空，我现在就这么想。那谁是队长？他说，叶总亲自来当我们的队长，怎么样？吃亏就是福，他说这些都是骗人的，你越吃亏就越来越亏。以前上课的什么那种是马手，谢谢微信，谢谢。我有时候，因为我们讲了，哎，你 W 吧。如果说你一直都很强，谢谢你微信送你点赞，谢谢你。那么，祝你新年快乐，微信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但如果说小 W， 谢谢你的点赞哦，谢谢。这是我最近发现的，谢谢。就是说，哎呀，怎么以前不那个什么，现在你就你开始怎么样了？就是，其实我发现大家都是，不是啊，也不是谁是这样的，只是我就是突然这么觉得。叶总当队长，那就是，那也不一定。朋友在京不在郭是确实，但是我又觉得。我今天突然发现有一个小后悔，就是让我印象有点深刻，我不知道那叫什么。
他好像有那个社交牛什么的，他反正就是不管谁他都能搭上。好了，不吃了，我们要吃外卖呢。然后我发现大家是不是都有点那个，就是社交。为什么要队长 ？BCH 是谁？队长和老师都很重要。比如说我们今天排练，有个很无语的事情。好像叫什么备注。就是我之前看我们群里面的排练时间，因为是有分时间段，每个人只有半个小时排练。然后我上面写的是6点到6点半，我只记得我是6点到6点半。然后我不是到剧场嘛，先排 Mila， 他说周世宇上去排练了，我说啊，现在不是才3点吗？他说你3点排练，我说不，我是6点的，我拿说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我说我就是6点的，然后看上面写的你是3点，你不信？我在我群里找，只有一个表，6点到6点半。就路过，哇塞，你这是什么？然后我懵了，我就第一反应就是，我下意识因为我就没有舞蹈老师管这些吧，我就是。懵了，然后还改了时间，我不知道，没有发新的改了时间的表。认识的状态，突然问我那么一句，我说就是给我，对，我第一反应是你是谁？然后后来我才王毅，因为我跟王毅说了16点到6点半，他也没看他们群里面，然后我们俩都觉得16点到6点半。我就告诉他这是什么，哦，看着很好吃，就走了。因为我没有收到新的表，也没有人告诉我改时间。然后再很久很久以前。我在楼下，我自己点了个外卖，我点了个新的表就没有发在我们的群里，就没有N对情侣就没有这个新的表。不在了，就是已经开了。但是可能其他人排练时间是没有什么影响。我可以吃。就是我们这个排练时间变动特别大。就是我跟他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没有排练时间了。新来的，他说我可以吃你个披萨吗？我说哦，可以啊。我们今天就是别人排练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就是在旁边在后面自己过。就是好厉害。因为我到的时候，我就对着灯光和道具，然后之后就不给排了，过了时间就不给排了。真不熟，真不是，就是只是知道这个人，确实我也好羡慕。是啊，但是你第一反应就会给人家那个，如果说你从小就是这样的话，那你活得一定不快乐。就是，但是如果说。我给了呀，人家都问你，你肯定会给呀。我说，哎，我说了不吃，我又吃了一个，收起来。所以说我其实平时在队里面我都没啥说话，就排练的时候，就是。没敢提醒我，为什么提醒我？就很少说话。为什么呢？我是突然想起来，前两天排练的时候，大家都在那聊天，然后我才发现，突然才意识到，人吃是福。嗯，好吧。吃面。但是我又没有特别能吃，就是、但是我如果消耗体力的话，我就会吃很多。比如说公演，我就会吃很多。然后我今天吃那个去了剧场吃毛血旺，吃完毛血旺，舞蹈房子很大嘛。吃完毛血旺，我就我一个人在那个坐在一个去在吃面。就是忙我的事儿，忙完之后我又去吃了今天的自助午餐，吃完自助餐之后我又饿了。我也就是，丢。就是平静过的头，我也不知道。肚子饿吗？要不要吃好吃的？嗯？对，当时确实是蛮饿的。宝宝，你跟布丁玩的好不好呀？啊，你跟布丁玩的好不好？小香吧，小香吧。嗯，可能不想来我吃。香香喷，香香的，香香的，啾啾。嗯，大家看看你的这脸，嗯，说新年快乐，啾啾，新年快乐。有没有跟妈妈说新年快乐啊？还不会跟我说新年快乐，咬我。就我不是那种人，而且很多时候我发现，就是比如说，刚刚接触的人，你看起来不开心呀、啊？说就是接触过过来熟了之后，他们就会说啊，没跟你玩是不是？今天出门了没跟你玩，对不对？难受了，谢谢。小夏送我的皇冠，舅舅说谢谢小夏，谢谢小夏的皇冠哦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。他走了，不高兴。今天分手了，
谢谢你的皇冠，是毛刷黑衣服。嗯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夏宝，谢谢你。在跨年的时候那个，是自然，保持开心。很不开心啊。就是你还不知道。因为今天就是人不在家，他们还寂寞了，怎么办呀？我这个指甲黑了，因为那个睫毛膏。是真的。看得见吗？就是说，也别让自己太难过了，哎、对吧？抠抠，因为今天睫毛膏不小心涂多了，我在那抠我的睫毛。哦，这个口红好看，放在这里都没涂，我以为是跟我那个另外一个是一样的，没想到是新的颜色。我今天还特意涂了很红的口红。你没有发现像血一样那个口红，因为我要当吸血鬼，然后眼影画得很深很重，就是我就长痘痘的心情很差。不想改，就是知道你这样是，比如说改变了可能会给你带来好处，但是呢，你自己改变就觉得不自在。还画了一个小猫眼，也不是小猫眼，就是吊起来这样子。我这是在那整了好久这个。嗯，我突然意识到我没有把眼镜戴回来。我戴了吗？不知道你。我戴了，我直接摘完我就放在我的袋子。你摘完是不是不放袋子里就会忘记？像我以前就是怎么说呢，只要在台上，哎，也是慢慢来的，所以顺其自然就好了。对啊，我就是各个地方都花一点小心思。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胖，但是就是觉得自己跳舞、就是、太失误了，很烦。但是我又胖不起来，是怎么办呢？但是吧，可能还是练的不，就是还是练的不够多。因为我想想 ，Lisa， 她也很瘦吧？她也像个杆杆，然后那个 Rose 也像个杆杆。他们肌肉多，知道我要开始练肌肉了，是吧，友友们？我要学习宋智雅去上普拉提课，好不好？普拉提是什么？我都不知道，我只是看宋智雅老师去上普拉提课。然后，我举铁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长了肌肉，我自己还可能会烦恼。我发现韩团他们就分两种，一种是那种瘦的像个杆杆一样，很瘦很瘦，很瘦弱，这也不是瘦弱吧，这是像个杆杆一样那种，很瘦，就是削瘦的身材，消瘦消瘦。然后还有一种是那种健美型的，很有活力的，然后比较有肉肉的那种。赵元英就是很瘦很瘦。赵元英应该跟我差不多吧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干干。然后 ，Twice 他们都很健康，活力。是吧？是吧？然后，哎、那个 ，Esper。Esper 就是也是那种比较有力量的。我站一下定。但是我不太适合那个样子，有特别有力量的。我适合像那个张元一那种瘦瘦的。或者是就是那种。是吧，我现在特意挑的框架很大，等会给你们看排练的排练。我虽然我也没有特别那个跳，但是看着好一点，肯定是上舞台的时候跳的会更加就是一下子哦，我要赶紧就是多用点力。但是排练的时候虽然是比较随意，但是呢我发现穿了袖子就会好看一点，虽然这是紧身袖。我这个两条胳膊又长又细，就是像两个棍子甩来甩去，不是练习室，就是我排彩排的时候，
彩排数学老师给我拍了个视频。以后要不我就穿找一些有袖子的，像我以前都一直都穿有袖子的那种，不然我的手就是真的很像两个面条，你们知道吗？很难受，然后我的手又长得很长。我小时候觉得自己手好长，然后我爸就跟我说刘备的手更长，他双手过膝。我说啊，那我应该也不算长吧。就是有的手长，但是他很壮，他有肌肉，就胳膊就是看着有力气，但是我手又长又没有，就是又像一个面条一样。睡懂啊，睡懂，睡懂，睡懂。我播到40吧，悠悠，然后我就去吃饭了。吃饭呢，吃饭呢，吃饭，然后看电视。可是我为什么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他做了一个小时？本来想说点新年寄语的，但是现在太饿了，就是说不出来，谁懂啊？想感慨点什么，他又感慨不出来。谢谢哦，谢谢二宝，谢谢二宝送我的皇冠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祝你新年快乐，新年行大运，谢谢，谢谢你二宝。呜呼，今天有这个双倍，我会不会就是大发一笔？而且我习惯性看东西。然后说，虽然还跟我说这个双倍是亲文打电话给大王要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打电话给大王说，因为今年说春节没有鸡腿活动，他说怎么问，就是打电话给他说要一个这个活动。大王一完全就是哦，好厉害，他不能去做那种 reaction， 因为他没有反应。苏三还什么什么都知道，是啊，他是那个，他是那个摇一摇，然后把它喷出来，喷一地。对，你是就想要特效。今天准备入睡了，甜甜了，甜甜睡觉了。怎么办？我没有戴眼镜，我那么菜都看不见。那我自己一个人吃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有时候近视的很夸张的时候，别人跟我说你手机在哪？你手机在这儿。然后我会抓个空气，然后近视眼睛不近视的人就对我。那你是散光是吗？我都有散光，就会分不清远近。那是哪个？就是消息很灵通，大概的东西没什么。那让百姓里的消息都很灵通，也是有啥事儿都是他俩跟我说的，我都不知道。你们觉得我戴隐形好还是不戴隐形好？因为我的就是有时候我不知道的事都是他俩告诉我，比如说就是有什么消息他们就会告诉我。就很丑，不知道，可能是我比较封闭。你不太了解，有时候不知道八卦，百姓宇就是个八卦人。我没有群，好羡慕丢丢，他们眼睛可以变大变小，可以自动切换。谢谢苏苏送我的皇冠，谢谢苏宝，谢谢你送我的皇冠，谢谢 thank you， 祝你新年快乐。是发自内心的，所以对，我今天觉得自己长得好丑，我难受死了，我在那化妆，一边化妆一边难受，我觉得自己太丑，然后长了很多痘痘，因为我这个还要起疹子，然后那个造型姐让我去医院看看。我是很好难受，我就好难受，你们知道我真的多难受吗？我觉得我自己又不漂亮，皮肤又变差了，我真太难受了。我皮肤变差，我就会很难受，我受不了皮肤变差这件事情。一年，对不对？嗯，真的，嗯。谢谢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一个星星。不要容貌焦虑，
但是，其实，在我们团很难不容貌焦虑，因为我们团漂亮女孩子太多了，而且，也不是说什么竞争什么的，就是看到漂亮女孩子，你肯定会就是觉得，哎呀，她好漂亮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不是因为漂亮女孩子太多这个原因，只是一个小点，更重要的是，会我们团的女生都会接受很多审视的目光。就算你在人群中已经是很漂亮了，但是你依然会被各种羞辱你的外貌，所以长此以往，很难有人对自己很自信的。夹到手了！哎呀，你这个支架实在是，你换一个吧。哎呀我也要下线了，我知道我们队叫什么吗？我们队叫什么？我们队叫哎呦，你们就说蛮敢说的，我都不敢念。拜拜拜拜，晚安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啾啾，啾啾你来了，你也祝我新年快乐吗？祝你们新年快乐哦，新的一年也要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。然后新的一年我们继续一起加油，拜拜，晚安啦，拜拜。拜拜，晚安，拜拜，新年快乐，也祝你们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恭喜发财，拜拜。